这人到了四五十岁啊，条件允许呢，建议你每天都要来上一杯这个茯苓薏仕茶，尤其是现在夏天喝，正是祛湿的好时候。这湿气重啊，人难受，肚子变大，下巴变厚，说明离健康也是越来越远了。肚子大的像怀孕似的，脸色发黄，还爱出油掉发，喝它，嘴巴臭烘烘的，睡觉流口水，指甲上面有竖条纹，你喝它，眼睛干涩，看东西模糊，提不起精气神的，你喝它，腹胀烧心，刷牙干呕的，还是要喝它。湿气有多干净啊，人就有多年轻。你坚持喝上一段时间，周围的人都会羡慕你的状态。现在源头厂家直接拿货哈，没有任何中间商层层加价。今天刷到这个视频，不管你是买一盒还是买几盒，通通都是批发价。过去呢，条件不允许啊，你不喝我理解。现在也不用四处跑了，不用乱花冤枉钱了，在家里就能咱自己的调理。你还不喝，我就真的不能够理解了。就一碗面钱，就能够给你送到家门口，数量有限哈，还不赶紧点击我的头像去看一看。